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智钓具，今天来介绍一把很特别，因为真的很特别，所以说三次的钓虾竿，这个叫做落竹，这个是一样是台湾邦腾做的那个产品哈，落竹来从上面拍下来，它的盒子它是一种限量款、限定款，也就是市面上买不到一种东西啦，是一个客制化，各位可以看见它是一个盒子。哦，它这个是第一版的精装版，就是一个盒子。然后这种东西哈，为什么叫限量款的东西？它这种东西外面是买不到的。好，那大智先生也是本来就有配合邦腾，所以有机会买了几组来卖这样子。那大智先生本人手头现在上面剩两组而已。最后两组这个外面没有了，各位可以去找找看，找不到这样子的东西。然后是一个精美的木盒，它这个是可以抽出来的，抽出来，然后上面写落竹，然后它是一套就是两只的定价，两只的定价是6400元。来，这里是从上面拍下去，这个东西相当的特别，我拿写的给你拍，相当的特别，它就是一只，它写七尺就是67，一只八尺就是78，然后它本身做的相当精美哦，我们拿出来看，上面这个竹子的部分这个是立体的，然后整只是竹子涂装，来我旋转给大家看，这个纹路。每一只都不一样哦，然后这里是手绘的，相当的精美，相当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哦，是那一种就是工艺品就对了。这种钓竿就是实用型兼观赏型的钓竿，然后哥我抽出来给大家看，它上面它尾一尾二是黑色的，接下来它画的就是这种。像那个日式钓竿以前的那一种，算是河竿的一种涂装，整只相当精美。好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它的整体感是这样子。整体感相当漂亮。然后这个，因为这种是高级的哈，它就是两轮，它就是67跟78，然后它手感非常的好。非常的精美，各位在钓虾场你要看到这种钓竿，微乎其微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它这一颗配重后鳃是那种 CNC 下去车的，所以可以各位看见它的配重后鳃非常的精美，非常的漂亮。就是说，你看它这个车销的角度，车的非常的好，绝对不是那一种什么大量制造啊、随便乱车啊的那样子的东西。然后它就是一只，这一只就是67，然后另外一只就是78。它这个前鳃也是 CNC 车的，相当的精美。各位可以看见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个两只并不是一长一短哦，这两只拿起来手感是不一样的。它这个设计就是很特别，然后它两只画的东西也有点不一样，然后每一对画的，各位可以看见这个手把的部分，两只稍微有点不同，因为它是真的是手绘的东西，然后这里是立体的，好，这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如果因为我最后剩两组。想买的小伙伴们来加我的 LINE 的 ID， 我的 LINE 的 ID 是0980217692。加了之后呢，叮咚他回复你的是本人大智先生，我亲自为你服务。那我们 LINE 的回复时间跟我们店面的营业时间是一样的，下午3:30以后到晚上9:10，星期一到星期六。然后那个左手边有粉丝团，各位可以加一下脸书粉丝团，有很多资讯会在上面，也可以直接去 YouTube 搜寻高雄大智钓具，有非常非常多的大智先生拍的影片，都是没有剪接原汁原味的那种影片给大家看。那跟我买有一些好处，就是说
假设说你不会钓虾，或者是你钓虾有任何的问题，你都可以。如果你有跟我买过钓竿啊、钓虾竿、钓竿卷烟器这种大件的商品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有 LINE 的 VIP 服务。LINE 的 VIP 服务就是说，有一天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绑，不知道该怎么钓，没有关系，你传 LINE 给我，叮咚我，然后我们约时间，我们可以开启 LINE 的视讯，哦，视讯一对一真人服务，真人服务教到你会为止，哦 ，LINE 的这个视讯，哦，这个叫 LINE 的 VIP 服务，知识服务相当的棒，各位。然后这个东西哈，这个东西，如果要买的话，这种尺寸哈，也只能寄邮局的宅配，邮局的宅配。那运费是100块钱，哦，运费是100块钱。包装方面，各位不用担心，我们包装哈都包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，那我们这里是特写一下哦，很漂亮。这里其实要擦干净，可是我没有擦，因为我不想太去擦它，擦它怕会有刮伤，所以它寄来的时候我就没有过多的去整理它。然后各位如果买回去，你想要擦干净，可以慢慢擦这样子。哦，然后它是一个木盒，精装木盒，哦，很漂亮哦，像收藏品一样，非常高级。那跟我们买放心，我们是实体店面来，摄影师走一走实体店面，哦，实体店面购物是有保障的，哦，不用担心说有什么购物上面的问题啊，哦，都不用担心。那我们也有卖很多钓虾的小配件，或者是钓鱼的小配件，有需要的话都可以传来问我说，欸，这个我们有没有卖，那个我们有没有卖。那就算没有卖，也有相同的小配件，有更好的选择，都会告诉你这样子，哦，都会告诉你这样子，哦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有这个 LINE 的 VIP 服务是非常好的，就是一对一真人教学。如果有跟我买卷线器、钓竿、钓虾竿，都有这个服务，都有这个服务。或者是说你是购买小配件的朋友，你也不用担心你单笔购买的金额，有达到那个金额的时候，我们一样都有这个 LINE 的 VIP 服务。LINE 的 VIP 服务就是开启视讯，开启视讯一对一真人教学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就讲解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哦，那还有很多钓虾竿，在我 YouTube 的影片都可以看到。好，哦，那要怎么买？就是传来叮咚我这样子。这个售价是多少？6400块，6400块。哦 ，OK， 拜拜。